这一次我入住的民宿呢很特别哦，因为它是船屋，而且呢它就坐落在 Tasik Temenggor 上。可是呢也没有发现到我身后一望无际的湖面呢看起来非常的平静哦。可是湖底到底有什么呢？这引发我无限的遐想。哎，会不会湖底呢就住着一个沉睡的水怪，然后他就突然间有一天会苏醒起来呢？我想很多，还是想一些比较童话的啊，可能呢应该想象一下是在哆啦 A 梦当中的恐龙啊。不过如果恐龙突然间出现呢，我也是会吓了一大跳啦。只不过呢这么漂亮的景观不要想这么多了，还是看一下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吧。记得留守着即将来临的星期天晚上9:30回家，只在8度空间等你哦。